大家好，我是丁妈妈，我是杨乐爸爸。所以今天我们在鱼池机场，所以今年的目标就是玩很多机台，然后赢所有的那个大奖。只要那机台有大奖，我们就是来赢那个大奖，这就是今天的计划了。那我们大概玩几个机台呢？我们要有一个目标。我觉得有些机台容易，可是有些机台蛮难的，至少十台的超级大奖。对了，我们试试看，来看十台的可不可以中些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咯。现在挑战第一台机台，叫 tripod。对，日本的，是通常在日本他们都是拿来放娃娃的嘞，可是现在他们就放彩票，所以我们就是有个灯会一直转啊，然后你就按这个按钮，那个灯就会停，然后停到这些点的时候，它就有这些棍子啦。棍子掉，这些彩票就掉下来。总共好像有九个棍子。对，可是好像有些棍不一定要掉哎。是有些，因为它有些棍掉后哦，你就、它就整个塔会掉了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玩前面的。对，先挑战前面的先。好，那兵妈妈来试先哦。它都有放那些点哎，那些铲，它有撞到中间。其实这个机台有时有一个就是窍门啊，就是好像没有到保夹的时候哦，你中的时候它都会跳掉了。啊，你看啊，对对，刚才那个就跳掉了，你会看到它跳掉，它是算有一个保夹的啦。那转另外一边，反方向的，这有点快哎。哇，又偏在另外一边，太远了啦。哎，他给你两个哎，两个我还，他给你两个你还都不中哎。他现在他应该给你三个了吧？他看你已经是有中奖都是。还是一个。哎，撞上了，撞了，第一个。会倒啊？会有哎。哎呦！蛮多的。一次而已，一次就一次，差不多全部都倒了，完了。那我应该打给这个哦。对，应该左边这里。哎，还是这个？这只还是这只？我觉得是这只吧。好，我试看。其实没关系啦，这两只都可以，可是这边比较好。因为我们只有在日本玩这台，对，日本我们有试过啦。有啊，我们赢了那个很大的那个。是赢娃娃的。没有，我们赢零食，我赢了那个很大的那个。哦，对，那个马铃薯的那个。马铃薯片呐。啊，薯片，一个很大罐的薯片，我们可以放连接。我赢马铃薯。太早了，你太早了，你太早，用那么早按的。哎，要转另外一边很难呢。是黑，不是一样。哎，你中了一个，中了一颗，会掉吗？没有。哎，没有，没有事情。这很快哎。哎呀，跳表。超快，这次转的蛮快的。对哦，它其实也是转快，是转慢。对。我跑了。可是慢了，慢了。啊！太早按了。两个。哎，中了一个，会倒吗？一个还可以。你就说好，你应该要中右上角那边那个吧。哎，这个两次哎。哎，有中一个。没有。还要中他旁边这个才会有。等现在我来挑战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中不到。而且他标准。中了，中了，他有两只，他有两只。哎。剩一个，一二三。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好像不会倒哎。哎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这棍会不会掉哎？哎，没有东西东西，因为这个，就因为这只。哦，它这样点点哎。哎，如果它掉的话，全部就掉啦。应该是吧。怎么可以？因为后面有一个。有一个，对，有一个板蓝色哦。可以中了到了。中了哎。哎，中两个哎。哦，连那些应该不会掉吧？我的，所以它那两个白色的是不会掉。呀，不会掉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叫店员来帮我们拿出来。我们掉的这些彩票，刚刚我们又中到了12盒啦，12盒一盒是300张彩票，所以有3600张。接下来我们来挑战这个气球的，而且很恐怖，它爆了转大声的。这好像是转一个轮盘啦，转到的号码它就会到这加气，黄色是加5次吧，连到最后气球会爆炸。对对，爆了就赢到830哦。好，为什么是你拍，不是你来玩？因为我怕你们。中到这个红的哦，就是立刻爆哎！好，哎呀，12次，三次，哦，3次，它是12张彩票，我还以为哦，12张彩票，哦，所以它下面还有一个小号码，所以它的风量其实一直在增加，气球变大吗？哎呀，4次，哦，其实好怕，其实5次而已，其实好怕它爆，它也越大力哦，你知道？其实还可以玩很多次哎，他机台好像设定错了哎，他这里讲3枚，他讲3枚哦，可是他每次只用1枚哎，是吗？哦，
吓到他爆炸。继续玩，所以刚才我们赢到了800多张彩票，哎，可是气球本来应该爆的，哎，他没有爆，可是他有给我们那个大奖，所以你要把气球弄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这次把气球弄爆，我们又可以再赢到600张彩票，哎，可是我怕，哎，那气球很大哥，哎，对了，我再远一点，我还有3次，还有3次，我再远一点，还远一点，气球，气球有在变大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哦，还没有。688，所以他现在来玩这一台，这台是什么？对，每一次500张彩票，可是在日本其实这个放是，这机台是放小娃娃的。所以就是这个球会从这里掉，要小心动。只有10秒，只有10秒。哦，靠近了，这样容易有，这样容易有。你要一击力。我再来试多一颗，刚那个不老是不是运气耶？没有，完全是运气。1000张彩票，哎！哎呀！我感觉到刚才那个球，我按的时候它没掉，哎。哦。嗯，它卡了一下。哎，没有，目标是1颗。哦，它弹进另外一颗，哎。三颗，它有多2颗。哎，又到这次又直接掉。他一直延迟那个掉的时间，等他延迟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延迟之后他就直接掉了。哦，哦，有了，第四颗，剩一颗，中了，五颗，一个扭三就500张，这样就2500张，哎，所以现在 B 妈妈要来挑战这一台，叫 Mr. Ball。就是你要进全部的亮灯的洞口，哦，你就中830张彩票。啊，有进吗？哎，欸，还有，多三颗而已。哎，欸，多两颗你就中超级大奖，哎。多一颗就中了。哎呀！哎，中了，哎，中了，你中了830张，哎。不一样的，只要进5个亮灯的洞口就中了，欸。我是好像有。对。哇，你玩一次就中了，喔，中了差不多1000多张彩票，欸，哎，他这个算是1000，再让他变999，所以你玩有1010张彩票。可是猜 Finn 妈妈要挑战什么？这个叫 Power Roll， 大奖是1000哦。可是要怎样玩啊？还有这个车，然后到那个 Big Win， 到那个点吗？对，就1010张。好吧，你来试吧。哎，欸，中了。没有，差一个。你中了什么？超大彩票。刚刚看起来好像一次就中了，你是感觉可以？刚才你第一次的感觉不错啦。太轻了。还是太轻。可是现在是30张。有啊，哎，欸，差一格吗？差一格。还是差一格啊？有吗？啊，差一点点，也是差一点嘞。他有动，他可是他这次有动到那个红色的。是吗？你这次应该会中。你觉得吗？哎呀，哎，我天哪，红色的把你挑不了，哎。是吗？没中吗？太大力了吧！你的球直接飞掉，哎。哎，欸，但他又没有弹上来，是吗？因为你还没过他的那个点呢，啊。过了，
我来试啊，我要找那个感觉先呢。快找感觉呢。哦，太轻了。没有，差一点点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1110张哎！是 Alan 爸爸来试这个，叫他过去，所以就是要拉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斧头要来砍树。可是我觉得超难哎，你看那个顶在这里，那么多个洞，我哪里可能砍到这里啊？大概吧。太大力了。把树砍到完了。哈哈。那大奖是1500哦。对喽，1500就是。没中，没中。66张才掉。哎，很轻哎哟，很轻哎哟。差两个哎。70张才掉。好像好远哦，这个。哦，过来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差一个哎。哎呀，又差一个。OK， 这个我了，这个。还是没有中。哦，差一格，又差多一格出来。哎，这很轻哎哟，很轻，很轻哎哟。啊哈哈，太轻了。我再试多两次啊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好。哎呀，还是太轻。中哎。这一次我才中哎，不错啊，不错，幸亏2252张彩票，不错啊。今天就是我们玩完了那些机台了，对，然后去累积彩票了。算了之后，我们只赢了15000张彩票。对，其实很少哎，你这样算。其实你不可以跟那个推币机比啦，推币机当然是当然给我们比较多彩票。因为通常我们每次玩推币机，狂喷一下子，就有至少3-4万张彩票。然后这个今天玩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就是我们试着中那些大奖。我们玩的那些机台就是大奖，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多啊，都是1000，可是也不容易中哦。对，不像那些推币机比较容易中啊。好吧，所以我们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喽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，拜拜。拜拜。